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天元围棋频道，我是吴新宇。本期的屠龙记忆呢，我们给大家讲解衢州烂柯杯半决赛的一盘棋啊。衢州烂柯杯呢，虽然是两年一届的比赛，但是呢由于它是中国目前啊奖金最高的一个比赛，也就是说它冠军奖金高达50万，那么呢由于这个高额的奖金啊，棋手们自然对这个比赛呢也是非常的重视啊。那么在这次半决赛中呢，对决的双方呢是周瑞阳和谢赫啊，周瑞阳和谢赫。那么两个人呢，在这个棋局当中呢，也是下出了非常精彩的这个对杀啊。那么我们呢，本期呢就来欣赏一下这盘棋。这局棋呢是由周瑞阳执黑先行啊。那么棋局至此啊，棋局至此呢，就是说呢，白棋啊在目数上啊，就是说呢还是有优势，有优势。黑棋呢目前形势呢有些吃紧。那么这个角上呢，黑棋还是留有活棋的手段，而现在黑棋呢对这块白棋啊，还是呢想进行一些这个搜刮啊。占点便宜呢，争取把这个盘面棋盘上的这个目数啊给这个挽回来一些。那么现在呢，黑棋是搬，白棋打吃啊，黑棋退，这个就是说要求搜刮这一块白棋。如果白棋接下来啊只是老老实实的跟着应啊，比如说提，防止黑棋的这个搂打，那么呢黑棋啊经过这一些便宜以后呢，再慢慢的来搜刮，比如说点，或者说直接立一个啊，瞄着这个点，这样呢白棋呢不见得有胜算啊，不见得有胜算，这个棋呢还很漫长。那么当黑棋搬退的时候啊，这个白棋呢也不肯轻易的这个让黑棋便宜，那么他选择呢的是反击，他先打吃，粘上，然后呢小接，就是说呢把黑棋这块棋啊也给他分断啊，在我在白棋自己我补活之前呢，让你黑棋啊，这块棋啊，我先来搜刮你，先让你呢，就是说，补活啊，看你的这个态度呢，再决定我这个新棋的这个下法。当然，这个也是高手的一种常用的这个手法。由于这里有扳啊，这里有扳的味道呢，黑棋呢还需要防范一下。如果单纯的啊，黑棋就是说应一个。那么白棋呢当然是先手便宜了，这个地方呢有团的先手，这两个子已经连回来了，以后再粘这个呢整块棋呢有问题，所以黑棋呢在这呢也不能随随便便的落后手，所以呢他得冲。白棋弯，黑棋呢再挤，白棋粘上啊，这样呢就先手防止了这个白棋搬下来的手段啊。不过呢也走了两个熟手，就是说冲了挤啊，这两个熟手呢也同时把自己脚上的气啊给攥紧了，给以后白棋在这个脚上留下了一些伏笔，这个呢我们以后慢慢再说。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走完先手防止了这个以后呢，这个中间需要补棋啊，需要补棋。那么补棋的话呢正常的下法啊，最简单的下法就提掉啊，这个当然是问题不大，就是说整块棋活棋问题不大。那么白棋呢也留下一些搜刮手段啊，然后呢在这边补棋。这个呢黑棋呢是略有不肯啊，
刚才我们说了，黑熊的形势呢较为紧张，他呢也想一些更积极的下法。现在呢，黑棋虎，这个呢有点这个挑衅啊，就活之前我虎，我要求冲断你，要求冲断你，而且同时以后呢还留有这个粘回来的这个手段。作为白棋来讲呢，现在呢比较稳妥的下法呢，还是就让黑棋虎一下算了，我就补一个啊，就补一个。那么黑棋呢，白棋都联络的话呢，黑棋总是要补的，那么黑棋再补这个提掉啊，白棋以后呢再粘上，然后呢搬粘做活啊，这个地方可以效率高一点，由于这个气紧可以搬粘做活。那么这样呢，白棋啊还是能保持这个优势的局面啊，虽然这个优势不大，这样的白棋呢能够保持这个优势的局面。普通呢是这样想，那么白棋呢现在是他趁着你黑棋虎的时候呢，他先啊先虎一下，挡住，然后呢他再虎一个啊。白棋意图呢就是等希望的黑棋粘上白棋，然后再顶住啊。那么这个虎的好处是什么呢，当黑棋挡的时候啊，以后呢会这个力啊跟这边死活呢会有点关系啊，这边死活有点关系，他就说先便宜一下啊，先便宜到一下我再补回去。但是呢，由于想这个微小的啊这个便宜，而引发了一场呢这个大的战争。同时在这里呢，我们也能看得出这个黑棋啊，作为黑方周瑞阳啊，这个虽然说是年轻棋手，但是等级分类也曾经排在了第一位啊，排在了第一位，就是说呢也显示出了这个年轻棋手或者说是职业高手敏锐的这个嗅觉啊，敏锐的嗅觉，就是说你想便宜我，我不甘心于这个，就是说稳健的硬选择的一个呢激烈的变化啊，形成了一个激烈的变化。棋局呢就是说棋盘上本来说是开始收官了，那个靠官子决胜负，那么呢突然之间风云突变啊，风云突变，这个要开始呢进行了这个残酷的杀棋。那么是什么呢，黑棋趁着你走这个的时候啊，普通来说我吃这个你要补断，那么现在补在这，你要这么吃黑棋当然不肯，那么他现在呢有点孤注一掷啊，觉得形势不利，他呢顶这个啊，这个呢就是说是非常的这个凶悍的一手啊，冲击力很强，就是我顶，我现在要冲断，你得补吧，啊，你得补，是不是？你得补。那么，我虽然目数啊，这个明摆着是损了，但是呢，我能够以后先手获得这个先手，大家注意啊。有了这个先手以后呢，我这个眼位多了啊，我就不一定要补活了。我宁肯在这里损目，我也要抢先手来攻杀你这边，这个可以说是作为一个职业棋手非常敏锐的嗅觉。那么这个棋呢，黑棋啊可以说是拼得非常的凶啊，那么白棋呢对此呢也没有办法，只有呢就是说跟着黑棋呢应对。那么黑棋顶的时候，白棋呢就先粘了一下，挡住吃啊，那么黑棋呢做好了这个第一个准备工作，然后呢接下来可以说是孤注一掷啊，孤注一掷点，这个可以说是越来越凶悍啊。点的时候呢，白棋这个地方
如果说是拖啊，可以回去，但是呢，黑棋可以粘。那么你再粘上的话，黑棋这个已经便宜够了，这个顶也是先手了，这里有打吃啊，这个眼位是足够了，黑棋呢就完全可以脱先啊，抢占这边的这个大场，比如说立。立的这个要点，这个棋呢，白棋即使能活，也会被收刮的非常惨啊，非常惨。这个黑棋呢，只是付出了两个子比较小的代价，能够抢到一个重要的先手，这个呢可以说呢是黑棋的这个白棋呢所不能接受的啊。那么事到如今，既然你来了，白棋呢也能只能反击打吃啊。不能让你先手，便宜的。那么黑棋把这里损了啊，这个打吃以后呢，本来这个角有进活的，现在呢也不能进活了。那么黑棋呢，一切的这个意图啊，也就是说，摆出来了，就是要攻杀这块白棋，对，拿出了这个杀手锏。这个呢只有粘，然后呢黑棋再粘掉啊，这个黑棋再粘掉，这个粘呢一个呢是照顾好自己的这个眼位啊，第二个呢这个气呢也比较长啊，整块棋气也比较长。那么他走掉，这个打劫呢没什么意义，这个不好打啊，因为白棋本身可以提，你要找劫材。第二个呢，打的时候呢，白棋还会粘一下啊，你断的时候呢，再提啊，这样多了这个地方，这里没有眼以后啊，这块黑棋呢自己有问题，所以这个劫呢也没有意义，他粘上，你提掉，他把这些先手都走掉啊。你也得提，这个都是白棋都得必须跟着应的啊。这里目数啊，黑棋呢就是说呢都损光了啊，他也不管了，角呢本来有活角的啊，这个两个子也损了，那么他一切的这个目的啊都是要杀这块白棋啊，是这边。那么在此啊，如果说是简单的形成这样的局面呢，那个白棋呢会有危险。那么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啊，这个本来一个很正常的啊，黑棋粘啊，白棋在这时候呢搬了一个啊，他这个提看似必然，他先搬一下啊，这个看上去普通的就是一招棋啊，显示出了这个高手啊，这个谢赫的敏锐的嗅觉。我先帮你一下，这个你不能脱先，一脱先呢，你虽然这个粘啊目前是很大，但是一脱先的话，这个棋我一旦搬下来，这个整块呢都不活，这个呢黑棋不能转换。那么由此交换一手以后啊，这个角上的味道就会变得很恶啊，角上的味道呢就会变得很恶。那么它的好处在哪里，我们一会儿呢就能看得到啊，这个是高手的这个敏锐的嗅觉。如果不走的话，这个棋被人家一打啊，就是说人家爬，就是还是按实战的下法走完以后呢，那你再来走的时候他就不会挡住了啊，他就会尖这个啊，或者说呢根据情况啊，也有可能呢就是说飞，或者但是尖一个呢比较正啊形状。那么搬着的好处呢，就是说呢黑棋啊要来破眼，总之要掐打，然后爬掉，粘上打吃啊，这样呢黑棋把白棋呢这边眼呢给灭掉了。灭掉了以后呢这块黑棋是活了啊，这块黑棋是活起了。那么白棋呢必须呢自己做出两个眼，自己做出两个眼，而自己做出两个眼来的这个同时啊，就是说呢
白棋的这个龙呢很长啊，单纯做不出两个眼来，如果能做出打劫活来呢也是可以的啊，因为自身劫是非常多，而且非常多。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再仔细啊看一下这个打吃这样的啊，这样的。那么在这地方呢，就是这个扳的妙位啊，我们这个要记住啊，这个扳白棋黑棋挡到底会有什么作用，我们到时候一会儿呢再来看出来。啊，这里黑棋呢点一下，这个白棋要粘上，黑棋破眼啊，提打吃，而不是先爬再打吃啊，这样的白棋呢必须在这里做活。目前看起来呢，白棋在这里做两个眼呢是很困难啊，困难做一个眼似乎还行，但是呢在这个角上啊，由于当初有了这个交换，白棋在这角上隐藏着啊一个打劫眼。那么它是有什么手段呢？白棋在这个地方有当家的好手啊，黑棋呢不好应对，黑棋呢只能虎。以后呢白棋打吃，黑棋还是不能粘，粘上要被扳下去了，那么只能退。那么白棋一提啊，黑棋扳，白棋一立呢，这个地方白棋有个打劫眼。不但是有个打劫眼，大家需要注意啊，就有了这个立以后，这里还会产生一个扑，所以这个呢还不是单纯的打劫，还牵扯到这个。你也不能扳这个，你扳这个这一打，这个几乎就是一个铁眼了啊！你再去打这个劫，这个劫就更重了，因为一提起来就不一样。所以呢，这个当初扳的这个作用啊，就体现出来。那么这里留有一个眼的话呢，白棋在这边做眼呢，相对就会轻松得多啊，就只需要做一个呢先手眼。那么现在白棋呢靠在这里寻求一个黑棋团，白棋呢再贴啊，再贴，这个呢依然呢还是先手。黑棋当然眼睁睁的看着的，很想是冲这个啊，很想冲这个，但是呢这个呢暂时不行，因为呢白棋这里可以飞啊，飞了以后啊，这中间这一串子啊，黑棋气紧啊，黑棋气紧，白棋呢可借用的地方太多，即使你能靠，那不他就退啊，这个棋都延伸到这里去了，而且你这块棋啊，这个三个子还没吃着，自身呢还有些问题，这样要杀白棋呢实在是太累了。所以贴这个时候呢，黑棋还是得硬，还是得硬。那白棋靠一下，这是先手，然后呢白棋再跳，再跳，做活的同时呢在寻找这个黑棋这里的弱点啊，利用它的弱点呢来寻求做活。这时候呢黑棋走了这个家，不过呢这步棋啊还是稍微呢有点这个漏算，有漏算之处。普通来说呢正常来说呢还是只能退，那白棋虎，黑棋叫吃，白棋在病，这样呢白棋就是说获得了一个先手眼啊，这里有个先手眼，然后再加这个，这样呢与黑棋打劫啊，与黑棋打劫，这个呢就是说黑棋冲在这好一点点啊，不要让它装变成先手，
这个呢也是呢黑体呢相对来说呢比较辛苦。白棋由于自身劫材太多，黑棋怎么找白棋的劫啊不好办。不过即使这样呢，就是黑棋呢还有这个回旋的余地啊，毕竟是个大劫，黑棋呢还有回旋的余地。这个劫呢因为黑棋呢相对也比较轻，那么实战家啊，黑棋想呢彻底把白棋的这个中间的眼位啊给灭掉，但是呢他比漏算了呢这个白棋虎啊不好守，他虎啊是绝对先手，你不能在这边硬了，不然这个劫打起来一挖一打吃，这个劫呢黑棋太重打不起，那么黑棋只有跟着硬。现在白棋再粘，黑棋这个冲等于呢也是说是必然的是吧，那先提一下，他先提一下，白棋顺手一夹作为劫材，然后呢再提过来，你这个总得连回来，不然被一冲吃两个子总活了。那么白棋再跳，现在情况呢完全不一样了。这个也是个打劫，但是这个劫呢黑棋呢太重了，黑棋太重了，就是说因为一打输了以后，自己这块棋，自己这条龙啊反而被人家杀了，这是实在是呢太重了。这个样呢黑棋呢就已经呢非常的困难。不过即算如此呢黑棋也得硬着头皮来提，双方呢在这里形成这个劫争。那么白棋呢开始找劫，黑棋冲啊就提啊，提的时候呢白棋呢其实呢相对来说呢有一些这个简明的招法啊，那就是什么呢冲，你这个得硬啊，然后就粘，我就提，你这个粘不是解啊，这个一粘粘以后呢由于这个气呢比较紧，那么呢就跟黑一起呢接着打啊，就这么熟打，虽然很损，就傻乎乎的啊把这个劫呢给打赢啊，你要接呢我就跟着硬，这个提呢我就跑啊，以最熟的最损的下法呢，这样呢其实呢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的。不过呢作为职业棋手呢可能不太习惯于啊找这么损的劫，所以呢当黑棋提的时候啊，白棋的找的是呢粘上这个劫，要求你这块的时候，对此呢黑棋呢当然它是不可能再硬的，因为硬你要做活这块棋是劫材无数了，闭着眼睛啊把这个挤掉一提，结果呢意外的形成了这一串条大龙和这一长串的这个对杀啊，对杀局面呢一下子气氛啊变得异常的紧张。不过呢从感觉上来说呢还是白棋呢似乎气长一点，为什么气长呢，他就还是这个脚上当初留下的伏笔把吃，可以长气，这个应该怎么退啊。那么白棋呢再开始收气啊，这以后一提啊有长气的味道，断啊，这个是收气的常识啊，然后挡住啊，先送一个紧住人家的气，这个是常识啊，然后再冲灭掉黑棋的眼位。现在两块大龙呢进入这个纯对杀状态啊，纯对杀状态就是开始收气了。
不过呢，白芪幸好呢可以利用这个角膳这个结的味道，这个呢与黑芪周旋，黑芪呢变得呢相对呢是比较困难的。接下来黑芪提，白芪粘，黑芪立啊，先藏气啊，本来这里一二三，那么立了以后就变成五气，这个等于就是说藏了一气。不过呢白芪啊就老是跟着硬，黑芪粘上啊，这个地方防止人家扑进去。虽然黑芪在这里可以藏一气，但是白芪在此呢也可以提，这个结是没法打的啊。黑棋得紧气啊，你不能从这样紧，这样紧就是等于一二三已经多了一气了，你这样紧以后从后面收完了后呢一二，不过这个地方呢这个结黑棋呢毕竟还是顽抗不住，白棋呢可以利用这个结啊把黑棋呢打回去，这个没有意义，这个结呢是顽抗不住的。白棋提回来啊，黑棋呢最后只有粘上，那么白棋呢再粘啊，刚才说了这是两气，那么粘完以后你再吃呢以后是一二三是吧，一二三还是就是说藏了一气，黑棋呢先铺一个再打吃啊，这个呢虽然能白棋呢在这地方藏了一气以后呢就可以呢同黑棋对杀了，定掉。在这些收气当中啊，虽然说这个棋断开以后该是多少气就是多少气，但是呢收气当中的这些技巧啊，先断防止人家扑以及这些藏气等等技巧呢还是大家呢需要掌握的，不然的话呢明摆着比人家快一气，就因为收气的失误而这个输一盘棋呢就实在是呢有点可惜。要白棋接着收，下面的事情呢就变得比较简单。好，粘上黑棋呢冲，白棋粘上啊，进行到此呢黑棋一看呢气呢不够啊，也呢就是说爽快的认输了，还爽快的认输。那么我们观众可能看的呢还是有点这个稍微有点糊涂，我们呢就把它摆清楚一点啊，摆收气的状况，等于黑棋走，白棋提，黑棋爬，白棋吃，然后把这个给大家摆清楚一点，一人收一口，让大家看看这样最后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啊。黑棋走，白棋走啊，黑棋得粘上，白棋粘，黑棋收啊，白棋收，黑棋提，白棋走，黑棋提，白棋呢，白棋呢最后呢可以提啊，也就是说呢白的正好呢是快一气，快一气啊杀黑棋，就是当然还也带一个结啊，就是白棋快一气杀黑棋，黑棋看到这个已经慢一气呢也就呢就是说这个不再继续下去了，认输了。虽然这盘棋啊黑棋被白棋屠龙了啊，但是黑棋啊在形势他觉得不利的情况下顶点这种反而的这个冲击力还是呢显示出了这个年轻小将很强的这个实力啊，抓住机会的这个战机呢也是非常敏锐的，虽然没有成功。好，那么呢本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家呢讲解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大家再见。